就会跟他敬中一席擂杯。我们要好好的来比赛哦，转换一下心情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第一个 Ellie 二位游唱的给参赛队伍呢，是来自台北市哈巴雄鹰丝竹 Moonhorn 小雅客家丝竹乐班，他们要带来的是乐器演奏，我们欢迎，请他们先来上台准备好吗？由何嘉文理事长带领，他们要带来两首曲目，第一首《天公落水》，天公落水，拼音素找牛郎奏牛郎。本团为了推广客家艺文长远之计，筹组了伴奏乐团，投入数年的基础培训工作，着重在基本功的训练，为此开设了二胡班、琵琶班、古筝班、口风琴班、钢琴班，由陈彩玲老师指导，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们。Thank you.
由台北客家乡音丝竹团小雅客家丝竹乐班带来的两首曲目《天空龙水总牛龙》。那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呢，会请各位好朋友们由我们舞台的两侧上台，然后从中间的走到离场。来一场开戏，给大家看看了天数什么案子 C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舞台上准备的队伍是来自台北市北区客家会石牌原声国乐团，由我们的杨魅力理事长、林金英班长以及陈如琪老师带领。今天呢，要为